患上癌症，除了手术和住院开之外，或多或少都会影响自己和家人的日常生活。而癌症保险提供的现金赔偿可以自由运用在医疗或者生活开销上，令你没有后顾之忧，安心养病。那买癌症保险有什么要注意，应该怎样选最合适？今集理财要贴地帮大家比较一下。